基隆街头火爆对决，马三连续狠撞 BMW 狂冒白烟，惊悚影片曝。基隆市警方昨三日上午接获报案，陈兴义区东兴路段发生车辆蓄意追撞事故，警方初步了解，游戏男子驾驶黑色 BMW 与另辆白色 Mazda 3载人爱区发生行车纠纷，导致白车毁损，之后双方行驶至东兴路，白车驾驶突然从后方追撞 BMW， 随后又二度加速冲撞，造成 BMW 车尾烂毁，后方挡风玻璃碎裂并肇事逃逸，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。